欢迎光临好吃到吐 Hito 大餐厅，我是今天的一日服务生，我是武侠 DJ Sowa， 你们好。你好，也请跟我们黑带粉的朋友们先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Holy Five， 我是陈恩，我是钟伟，我是杰米，我是玉成，我是国安。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Hito 大餐厅。当然，因为要准备迎接兔年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准备了这个 Happy Together 年菜点点名的 PK 赛。那这一次呢，只要赢的话呢，你们就有这个打歌跳舞的机会。但是如果输的话呢，你们就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了，因为你们要跳对方的舞，对方是 AKB48 Team TP。哦，后人很多是不是要这个先信心喊话一下？好，信心喊话，来 ，All in five， All in， Yeah。看来是非常有气势的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知道因为有新作品也推出嘛，要不要先跟我们的黑带粉的朋友们也来好好介绍一下新作？好，那我们在11月25号已经正式发行我们的新专辑，叫做 Prince， 一共收录6首歌曲。没错，然后我们的同名专辑同名主打歌就叫 Prince， 然后专辑也叫做 Prince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我们想说王子是一个完美的形象，我们想要说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完美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说每个人都是王子，用不完美来成就完美。没错，没错。当然这个新歌呢在 HitFM 也可以听得到 Prince。 Yes，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 PK 赛呢，还是要来先请这个 All in Five 呢先做选择一下，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分主菜跟甜点满满的菜单。当然只要在计时2分钟之内你可以点最多菜，然后并且赢过对方的话呢，就有这个打歌的机会了。所以想要点主菜还是甜点呢？我刚看到主菜，我觉得比较是我们有听过的。你们觉得呢？我投甜点，我也投甜点吗？好啊，4个甜点，那我们就投甜点。我们计时2分钟之内呢，会把这个甜点里面的所有的品项全部都念完一次，然后呢，各位要分别的可能记下来之后，在2分钟之内，把你们能够点出来的完整的菜名念出，就算是点成功。请问总共几道呢？我们这边呢，很多道。你们要讨论一下策略吗？一下 ，OK。十多道，我觉得一人3、4道。是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很多，我们先求稳。3、4、5、6、1、2、3。好，你们中间，可以暂停一次，再听一次复诵。好了 ，Happy Together 年菜点点名 PK 赛甜点，花好月圆红白 QQ 球，岁岁平安焦糖苹果派，大吉大利荆棘柠檬汁，浓情蜜意莲子汤，步步高升雅亮绿豆糕，遇见幸福芋头西米露，杨梅土气黑糖糖葫芦，十全十美水果拼盘，吉祥如意八宝粥，仙女下凡烧仙草，金玉满堂拔丝地瓜，财神到草莓大福，金兔迎春容颜舒芙蕾，心想事成豆沙包，恭喜发财 Hito Cafe。 好，开始哦。仙女下凡烧仙草，是心想事成豆沙包，是花好月圆 QQ 球，花好月圆少两字嘛，对，花好月圆，吉祥如意蜜地瓜，没有这个，恭喜发财好运到，你是讲运到，你是讲吉祥话，十全十美八宝粥。有花好月圆金属 QQ 球，错，月圆步步什么 QQ 球？什么东西 QQ 球？脆皮 QQ 球，错，步步高升棋盘绿豆糕，错，步步高升，哎呀，好接近，不是棋盘，但是跟步步高升什么绿豆糕？对，花好月圆什么 QQ 球？对，再一次，棋盘这样，棋盘绿盘什么盘？哎呀，我们还有1分10秒啊，那我们再啊，好的，甜点篇再来一次，花好月圆红白 QQ 球。好，第十开始。金兔迎春，龙颜舒芙蕾。恭喜发财 ，Hito 咖啡。Yes， 正想我。花好月圆，红白 QQ 球。是。十全十美水果拼盘。是。大吉大利，柠檬柳橙汁。没有放下。荆棘柠檬汁。Yes。吉祥如意八宝粥。
什么熔岩舒芙蕾，对不对？我讲了，我讲了。步步高升，雅量绿豆糕。Yes。然后浓浓情蜜意，财神道，财神道，什么汁？白莲汁。不是，浓情蜜意，荆棘露什么啊？你看浙江卢一帮老师有30秒。岁岁平安，岁岁又有什么？岁岁平安，玉面世间，岁岁遇遇见幸福。遇见幸福怎么样？芋头西米露，有什么有什么是什么金丝？有一个兔子，浓情蜜意拔丝地瓜，金枝玉叶，金榜题名，金有一个什么？没有什么金枝玉叶有吗？扬眉吐气什么的有吗？扬眉吐气，小肉到了。财神什么？财神什么？财神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总共有10道菜，恭喜！可以换小菜吃菜了。这次跟我们 All In Five 对决的就是 AKB48 Team TV， 欢迎！请我们 TFBOYS 的朋友们打声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V。我是依云，你好，我是小青，大家好，我是藤井麻友。哇，太开心了！今天呢，邀请到了 AKB48 Team TP 的4位成员，要来参加我们的 Happy Together 年菜点点名的 PK 赛。不过呢，今天一来到现场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新作品吧。好，我们最新单曲叫做《五根五句 Rumor》，这张单曲呢，打破我们以往对AKB48 Team TP 的可爱甜美的印象。然后第一次挑战了 The King 的无风帅气风格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次的作品哦，谢谢谢。哇，帅气的舞，当然就很想要看到你们亲自跳给我们 TFBOYS 的观众朋友们看。不过这一次你们要准备这个对决的是 All In Five， 不知道四位有没有信心呢？当然有啊，没错，有。你啦，怎么回事？可能还是稍微紧张一点啦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年菜点点的 PK 赛确实是有点难。可以看到主菜跟甜点，哇，非常多的菜单和菜名，那就请开始点菜。你们想要选主菜呢，还是甜点呢？我觉得既甜点你比较会想吃，对，哦对啊，甜点是比较有兴趣，因为他很喜欢吃甜点啊，那就一定要上甜点的啊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来 Happy Together 年菜点点名 PK 赛。甜点准备上菜，花好月圆红白 QQ 球，岁岁平安焦糖苹果派，大吉大利荆棘柠檬汁，浓情蜜意莲子汤，步步高升雅量绿豆糕，遇见幸福芋头西米露，扬眉吐气黑糖糖葫芦，十全十美水果拼盘，吉祥如意八宝粥，仙女下凡烧仙草，今日满堂拔丝地瓜，财神到草莓大福，金兔迎春熔岩舒芙蕾，心想事成豆沙包，恭喜发财 Hito Cafe。 好，计时开始。心想事成豆沙包，恭喜发财 Hito Cafe。 有扬眉吐气黑糖糖葫芦。有浓情蜜意芋头莲子汤。错。什么莲子汤？花月圆圆 QQ 饼。浓情蜜意莲子汤。花月圆圆 QQ 饼。花好月好月圆。花好月圆 QQ 饼。红白 QQ 球。哇！还有吗？仙女伴，仙女什么仙女？对，有一个。黑豆咖啡什么黑豆？有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遇见果派，遇见幸福什么？芋头饼，芋头糕，芋头糖。没关系，你还有1分10秒的时间，一口西米露需要再来一次。冷静点，出来！遇见幸福，一口西米露。你要再停，再停，我先暂停。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战略。好。对。好，有什么战略？我发现刚刚就是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但后面继续念，我们前面完全忘记。前面什么？应该是说我听到前面，但是我后面这句话，对，就是两个嘛，我就想说。一次一人一个形容词名词，对，形容词名词这样。什么 QQ 饼？可是我会连不上。会哦，会哦，那就全部讲啊。好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战略，没有战略。记得多少？甜点篇第二次，来准备开始。
发好月圆红白 QQ 球。十全十美苹果拼盘，水果拼盘，水果拼盘，全部根据十全十美水果拼盘，财神到草莓大福，仙女下凡烧仙草，有大吉大利荆棘，荆棘什么汁？荆棘茶，荆棘柠檬汁，哇，杨梅土气黑糖，没有那个讲过了，你讲过了，碎碎苹果派那个啊，碎碎平安焦糖苹果派。还有一个莲子汤，有一个什么绿豆糕，哇，莲子汤，雅亮绿豆糕，什么雅亮绿豆糕？还有30秒。什么雅亮绿豆糕？还可以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等一下，烧仙草有讲过，讲过了。倒数二十。20。水果草莓大福，讲了。雅亮绿豆糕什么呀？还有15秒。你会祝人家什么？祝你恭喜发财。恭喜 AKB48 Team TV 刚刚一共答对了12题。但是你们挑战的对手 All in Five 答对了总共有10题。恭喜你们可以获得打歌跳舞的机会，也让今天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 AKB48 Team TV 这一首五个舞句。15题耶，总共15道，有人在检讨中了，十五题里面答对10题，其实也算是蛮厉害的了。不过这一次更厉害的就是对手 AKB48 Team TV， 所以要请 All in Five 来跳一下他们的歌曲，可以啊，五个舞曲入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ll in Five， 现在赶快收看 Happy Together 年菜点点名，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拍立得哦！祝福大家兔年新大运， Happy Together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他怎么可爱？最后一句耶！哎，我们好不容易，我在那边，我忍住，然后最后，我想说 one take 哎，签名拍立得哦！祝福大家扬眉吐气，数钱数到吐，红兔大展，兔来运转，发奋兔强越来越强。Nice to meet you， 福吉马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